场。跟着 K 七爬爬上。这次的任务啊，就是要去绿岛。执行不但要探索绿岛的美食和丰富的海洋物质，最重要的啊，就是要去坐监。不是啦，是去探监。要深入绿岛监狱，寻找美味的食材，绿岛特产的柴鱼，这可是大哥制作的哟。哇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在太平洋上的绿岛。妈咪，我们今天来绿岛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找煎鱼。哇，听说这个煎鱼啊，哈，它一定要先抓到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丁香，它要吃了丁香才可以抓到那个煎鱼哦。是，所以我们啊，两点就出发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要找到煎鱼的爱好，就是小丁香。对，哇，很辛苦嘞。你看，有些时候你像你不是出海人哈，我真的觉得茫茫大海里面真的叫大海捞针的感觉，就像我们今天出船到现在，我们只是在绿岛的外海而已哦。可是我们要去找到丁香，然后在船上飘啊飘啊飘的，我晕了好几次了。对啊。哇哩嘞，这比捕蚊还要辛苦嘞！哎，这位大哥辛苦的撑着灯，就是要把丁香鱼给聚集过来，就是为了让 KC 夫妇啊能亲眼目睹全世界唯一仅存的尖干钓。在此啊，为辛苦付出的大哥们说声您辛苦喽！哇，田大哥，哎、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你了，还有陪我们一起出海来打捞，大家都很辛苦啊。嗯，我请问一下，像煎鱼 就是要做柴鱼来用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们捕煎鱼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？捕煎鱼哦，煎鱼它是一种掠食性的鱼类，它喜欢吃小鱼，所以我们就要来捕这个丁香鱼，当诱饵，当诱饵来捕捉它。煎鱼啊，这个什么一年里面什么时候来抓最多？什么时候抓最多哦？什么时候？大概六七月。六七月。哎，六七月、七八月这三个月，六七八这三个月比较多。就是丁香鱼繁殖的大量的季节哦，今天所以今天不好抓啊，丁香鱼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六七月、还没很正式它繁殖的时间啊。现在游过来丁香鱼都比较小一点，等到它大一点，就是它在繁殖的时候就会更。那为什么要那么早出海来捕抓那个丁香？因为我们要用灯光哈、灯光打下去让它聚集。让它聚集，白天也可以，它的抓法有好几种，抓法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抓这个捕抓钓那个煎鱼的方法是用什么方法？我们是用那个尖杆钓，就用一根钓竿、然后把这个丁香鱼撒下去，再打一点水花，让它产生那个混淆的视觉，它以为丁香鱼会很多，就会冲上来。它用那个没有倒钩的、没有倒钩的那个钩子下去做掉。看来捕丁香鱼的工作进行的不是很顺利，不过啊没关系，冲着变变着痛，我们还有另一个唯一，就是绿岛特有的一杆钓的钓法哟。尾鱼跟煎鱼，因为它的方法有很多啦，我们本来要采用那个尖杆钓，因为我们抓的丁香鱼数量不够，所以我们要用这种传统的方法，一根钓一根钓，对对，一根钓就是要这样手势一直动，一直动，把那个夹饵这样子晃动，让它成小鱼在游动的样子。哦，所以它没有鱼啦，它是夹饵，然后它就一直拉，像鱼在游这样，好像鱼在游这样，那个尾鱼就会追上来。尾
鱼就会以为是鱼，就会追上。那你感怎么感觉有鱼了？那你这样一拉，这样拉力很紧，就是鱼就上来咬了。所以这样拉，哎，所以这样子。可是你一直要，我们一直要这种一根一根钓嘛，一直要很累啊，这种很累，一直要拉，一直要拉。钓法很累，传统的抓不到丁香鱼就用这种钓法了。这样子。啊，通常这样子一个晚上可以抓几条啊？这个好的话，一下子哦，那一个小时都二三十条都没有问题啊。啊，一个小时可以抓到二三十条啊？数量很大，数量很庞大。哇，我们钓到了，看什么鱼？我来。我要跑掉。很大很大，哇，很大，哇，好大好大，哇，大烟哦，大烟，好像，大烟，排水排水，大烟哦，啊，幸好可惜啊，他那已经勾住他，为什么？你刚刚拉太紧，拉太紧啊。哦，真的、哦，跑就要让它稍微松一下。所以你看，连拉都要专业的人呢。你看我拉的太紧也不行。哇，我看到好大，好可惜哦。哇，希望这一只是煎鱼啊！哇，真的好辛苦哎。啊，尾鱼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那是三条。爪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看这个是大。吃下去，哦，你看这个大概几斤啊？给大哥，这个三公斤左右，三公斤左右。哎呦，好可惜哦！已经到手的大煎鱼就这样从 Kevin 的手中给溜走啦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至少没有共辜啦。哇，这出去哇，几个小时也就钓蛮多的嘞，算蛮多。那个田大哥，这个是什么品种的鱼？这个是大木尾。大木尾，可以看到眼睛比较大。哦，眼睛比较大。这个鳍比较长，而且比较宽。哦，我们今天抓到有两种。有两种啊，这个呢？这是黄鳍尾。黄鳍尾也是尾鱼。也是尾鱼，两种都是尾。啊，哪一种是比较吃沙西米比较好吃？吃沙西米大木尾比较好吃。大木尾比较好吃，大木尾它的肉质比较甜，比较鲜甜。啊可是我们其实今天要抓煎鱼，就是主要是柴鱼。做柴鱼。对啊。那这个可以做柴鱼吗？这个也可以做柴鱼。嗯。那黄鳍尾也可以做柴鱼，那煎鱼也可以做柴鱼，都可以做了。哦。都可以做，只是这个你要做柴鱼，它油脂比较多哈，烤起来会比较久一点。哦，所以煎鱼最适合，因为它油脂少，油脂比较少。哦，我们很好奇煎鱼怎么做嘞，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金金，各位观众，你没看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绿岛监狱。全绿岛啊，最大的柴鱼制作工厂就在这里哟。嘘，这里讲话要轻声细语，我们啊还是赶快跟着 KC 去看柴鱼怎么制作呗。我们这个煎鱼捕回来之后，就是经过加工，就是用柴火把它烘干之后，然后再把它炮制完成之后，就变成这个柴鱼片。哦，那整个过程都在这边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半成品加工而已。因为手续蛮繁琐的，所以我们只有取这个柴鱼节的原料，然后回来，然后经过这个柴鱼的炮制机，把它炮制成为这个柴鱼片。那我可不可以去感觉一下 ？OK， 怎么弄？哎，大哥来，你教我一下。你这个怎么做的？你是不是先烤过？对，就是从这边要烤多久啊？差不多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十分钟。那烤过我看一下，那就很热喽。对，很烫哦，小心很烫。哦，很烫。OK， 然后呢，要把它拔开吗？对。要把它拔开，这个比较大片，所以要把它切开。对，切开之后里面的鱼骨要把它挑掉，骨头挂掉。对，挂掉。
这样吃起来比较卫生，啊，也比较不会渣渣的。对，那我来刮刮看。肯定你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戴个手套。哦，戴个手套，对，他们讲究卫生哎。对，人家戴帽子。好哎。就这样子。就把骨头挖掉了，对不对？肯定。然后两边有吗？这边有吗？这边没有。哦 ，OK， 那这样就好了。自动对了。那我就怎么放？这个有按钮，要先打开。啊，机器要打开，这是特制的哈。那这边进去，这样会从这边出来。对。好。那方向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？垂直下去就好了。垂直下去。哦。这样子才会切大片呐。对。垂直下去，它那个机器自己会折过来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放好，这样子放，放小心，丢就好，丢就好。哦，那这边多厚？哇，看起来很高级嘞，妈，很宽嘞，在新加坡买茶叶很贵耶，很贵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哇，好香啊，很香啊，对，这样就可以吃了吗？对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嗯，跟一般外面的不一样。嗯，一般外面有可能用那种鱼种不一样，有青花鱼。嗯、那我们这边、哦、所以不光是煎鱼，也有人用别的鱼代替。别的鱼也可以做柴鱼，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。没有那么香。哎、欸，这个所以煎鱼最香。对对对，用传统的，从日据时代的传统的古法这样一直延续下来的。哦，欸、那大哥你学多久了、啊？做这个柴鱼两个多月而已。两个多月啊？对。哦，那很有意义哈、哦，学一个技术。对啊，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这边来处理煎鱼？不见得，这个要表现好一点的才会进来。我也是表现好的嘞、哦。哇，那你表现好，那表现不好的做什么？洗厕所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生活的生活的那个，就是有规定他们生活的作息这样。哦听大哥的介绍，对于监狱的教化工作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不过让人更惊奇的是啊，这些大哥们的手真是巧嘞，你瞧这些手工艺品的做工啊，可真是精致哎。哦，制作单位好过分，大早把我带上枷锁坐船送到鹿港，然后现在又叫我穿囚犯服关在这个监狱里面，叫我等，不知道等什么。 Lady、oh, 我来了。你来看我了，是会客冰。哦，哇，监狱哪有那么好吃的冰哦。刚刚看你这样好可怜哦。嗯，那这里很特别哦，绿岛有一个特别的会客兵、嗯、监狱里面，这里是特别的监狱、嗯、制作单位没有把你送到真正的监狱，送到这里来。哇、嗯、好好吃耶。而且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是海草，好好吃，来弥补你一天的那个感觉了吧。对，可是我其实哦，去监狱哦、嗯、我觉得蛮感动的，他们教他们哦那个有一个技术，然后呢今天那个大哥啊，他下个月就要提早出狱了。对，因为他表现优良。对，然后在那边开始能够被选来做那个柴鱼、嗯、然后呢半年下来就可以折抵，所以他可以提早出狱。然后有薪水领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很棒、嗯、当然就是说不是鼓励人大家要进监狱啦、嗯、但是进到监狱之后对待他们的方法是一个蛮人道的方法，让他们有机会表现，然后放风的时候呢可以做工得一些收入，真的很棒。哇，铁宝宝早上抓的那么新鲜的这个尾鱼啊，一般绿岛人要怎么吃它最喜欢？就吃，一般都回来都会先弄一条吃沙西米。弄一条，等于是抓很多条，先把一条。对对对对。那回来要先保鲜嘛，哈。对啊，要放在冰箱里面。放在冰箱保鲜。保鲜。啊，那这个沙西米要怎么，这个要蛮有技术的哈。当然了。对，沙西米一定要去皮嘛。对，这个鱼不是很大哈。嗯。哇，干净利落，你看，这样子啊，搁这边，然后就把它拉出来。好，两刀，把这个鳍给它先拿下来。哦，所以这边可以煮汤吧？哎，对，可以煮汤。五椒汁，
绳子都不浪费，把这个皮哈，先给它撕下来。哦，就撕下来，让对，它那就肉就很多了。哇，我今天学会了，哇，就像这样顺着它这样拉，很好拉。哇，这个鱼晶莹剔透，很新鲜呢。然后再给它划两刀。划两刀。把这个骨头跟肉的地方分开掉，给它分开掉啊！你的刀子可以两样都两边都倒反用的，对对对，好这样好。田宝宝是常常杀，谢谢你。好，然后下去哈，然后这样割，哇，然后一边对，就空中刀法，空中哦，哇，然后就带筋的部分就不要，这吃起来吃起来不好吃，就煮汤，就煮汤留着煮。哇哇，观众朋友，好 fresh， 现杀现捞现抓的尾鱼沙西米，尤其那么好的刀工哦，吃起来会口感更好。然后呢，怎么切的方式，厚度怎么切比较好吃？就是不要太薄了，不要太薄，然后直切吗？对，要稍微斜一点。哦，这样，有点45度。啊，刀是最好，是比较利的了哈。一般不要太薄哈，因为太薄你口感吃起来啊，就口感的问题。所以大概一公分，差不多，嘿，差不多。差不多一公分。哇，0.8，零点八，零点八，这样就可以吃喽。对。哇，有一个口感，好甜哦。没有蘸酱好吃吗？没有蘸酱。新鲜呢。一般我们在海里面杀哈，就海水洗一洗，带点咸味就吃了。哦，那我来杀这一块，好 ，OK。那你看这样子哦 ，OK。那要有点斜度 ，OK， 45度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切下来45度，大概0.8公分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田爸爸，我这样有切错吗？正确，哇！然后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，田爸爸？一般小尾鱼哈，就是这个中肉这边。哦，就是这个。比较没有筋啦，它尾部就有带筋哦。哦，尾部有带筋，所以这边中尾这边最好吃。对对啊，如果是大尾鱼，就是它的腹部这个腹部肉。现宰现切的生鱼片后，结束了一天捕鱼工作行程。Kevin 和 Claire 终于可以小憩片刻喽，放风去散散心，欣赏一下这绿岛自然美景。不过你们两位玩归玩，等会别忘了还要回去做料理耶。哎，你们的安全帽嘞 ？Lady， 你现在看我背后有一座什么山？哦，好像牛头啊。对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绿岛有一个牛头山。牛头山，那只水牛好像在望海兴叹哦。对，很美嘞！哇，原来绿岛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因为都绿绿的，所以到绿岛。OK， 第一次到绿岛。OK， 那今天最重要，我们的任务来绿岛，其实是要找柴鱼。那柴鱼最好的鱼来做就是煎鱼，可是呢，真的被我搞砸了。这个煎鱼哦，我们套炸的出门，对，结果就在你拉钩的那一刹那，它溜走了。不是溜走了，嘴巴破掉了。因为煎鱼的嘴巴比较薄，所以它很容易裂掉。裂掉不会拉的人就跑掉了，很可惜，很大。那没有关系，今天我们抓了很多这个，你看，黄鳍尾鱼耶，你看那鱼鳍黄黄的，有没有？OK， 那只是说，因为那么新鲜的鱼你看，火开。我们这是大木尾哈，这个是沙西米的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这个尾鱼啊跟煎鱼一样油脂不多，所以呢要怎么煎才会好吃，我们今天做有点日本的方式， tataki， OK， tataki 就是不要好像烧一下表面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先来做一个 omelette， 好 OK， 这个我们今天的 omelette 不要加盐，那只要加一点胡椒，加一点葱花，你帮我打一下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给你打。那我等一下上面飘一点柴鱼，这边柴鱼，我们新加坡买柴鱼好贵哦，这边柴鱼多得很，
所以等一下我上面再撒一点，就大量用没关系哦。OK， 柴鱼真的在新加坡啊、哦，好，这个葱花下来了，葱花先下来，好，这个丁香先不要下来，我要维持它哈、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哈、哦，好，我们一点油就好喽，油不用多 ，OK。好，那我今天做半个 omelette。OK， 那我们先把这个蛋，哦，倒在这边。OK， 做一个薄的，然后把这个丁香啊放一半。哇，豪迈的丁香蛋，哎，这个补钙嘞。对。哎，我觉得绿岛的人也是很健康啊，因为他们有那么好的新鲜的东西哈、啊，所以不会多加调味料，很棒。嗯、就是田爸爸特地交代不要加盐巴，就是这样子来煎 ，OK， 好吃哈、哦。嗯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要盖过来咯。好，那我们翻过来哈、哦，再给它焖一下，大概九分熟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盖过来。啊，让他给他看一点那个还有丁香的感觉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一点柴鱼浇上来。OK， 盖一下，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拿盘了，拿盘，好了 ，Yes，OK， 好，你看就是那么简单。其实哦，东西只要新鲜啊。你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煮哦，它是最好吃跟最健康。哦，哇，好好吃哦，那丁香，好新鲜哦。OK， 好，下一道菜，嗯，今天的尾鱼啊的大小刚好有油脂，所以我就把它贴锅。OK， 把它贴锅哈，贴这边，那就不要加油了。那我这个肚子呢？田爸爸说哈，这个拿来煎也不错，因为肚子哈也是有鱼肚的哟，最嫩的地方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哈肚子的部分，我可以撒一点盐。OK， 如果鱼肉是煎起来，一般他们不会煎，煎起来比较涩的鱼肉哈，那我可以撒盐，是因为有皮保护它。可是这个sashimi的部位哈，如果你撒盐太可惜了，因为它会紧绷。这个盐会让你的肉紧绷，所以不会太嫩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鱼哈，先贴锅下去，皮先贴锅，皮可以保护你的肉哈。OK， 然后这个部分呢，我刚才说我不要煎全熟，好像你们去日本料理店哈吃啊，它只是表面帮你用。刚刚叫什么鸡？Tataki。对，所以我那个很 fresh， 根本不用腌，我给它贴锅一下。做法原来是什么？通常是用枪火哈，火枪啊，火枪这样烧一下，烧一下表面，哦、就像好像人家吃牛肉有没有？嗯嗯，如果很 fresh 啊，你这样喷一下。对, 对。那我今天用锅好的方式煎一下表面，然后等一下里面你吃嫩嫩生，哇，很甜那个鱼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刮一点姜汁。好，那我这边呢调一点 miso， 日本人最喜欢 miso， 然后呢我们调一点柴鱼醋。OK， 加一点枫糖。OK， 哇，马上加了不一样的味道哦。OK， 哦，这个只有表面哦。OK， 然后切斜的好吗？切斜的。观众朋友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像不像牛肉？五分熟。我们这次在绿岛不止找到好吃的海味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像山珍，无意间发现的。对，是什么？鹿。鹿。对。鹿肉哎、欸。在台北买不到鹿肉哦，哇、嗯，这个要感谢田爸爸，他们自己也有养鹿哦。这个叫梅花鹿，野生的哦。嗯。先来爆香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腌一点点香油、酱油，然后胡椒粉。我们把这个肉哈、哦、放进来，然后把这个姜拨上去，不然会烧焦。那么新鲜的鹿肉不要过熟，你看这个也不错，这样子一片一片下来，就可以吃到肉。你看有没有看到肉哦？
比他们那个监狱做的还厚片哦。大气。对，最重要我们是要这个煎鱼哦做成柴鱼的香气。 OK， 好，那我再来一点点。 OK， 然后把这个铺上去，这很棒吧。